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大有威，让大伟带你周周完成小目标，年年完成资产倍数翻呢。今天的行情呢非常有趣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看520是看什么？看总统就职演说。我说根本跟总统就职演说关系不大。以今天的演说内容来说，不就是谁当都一样吗？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失望性的下跌呢？最后又拉个尾盘，拉台积电、拉联发科、拉鸿海没有用啊！这不叫失望性的卖压，这个谁讲都一样。所以我们的重点，我们在520之前讲什么？压520的行情不是在压就职演说，是520之后基本上变化不大，所以你要从中间找寻什么个股轮动。520之后会有个股轮动，为什么会个股轮动？新势力，很多人说新政府有新的政策、新的方向，在整个总统的这个政策来说有没有变化？变化不大，变化并不大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什么变化大？这些主力哪些人可以安全下车？那接下来哪些股票是我之前没赚到的，我这次要做的，之前都被你们拿走了，对不对？之前股票一路拉都被你们拿走了，不断的 ETF 啊，在讲这 ETF 啊，成分股啊，拉了该拉的都拉了。你说我现在要做什么？20000亿之后我要做什么？20000亿之后我要拉什么股票？这才是重点啊。你还拉什么？拉台积电吗？台积电好不好？没有人说它不好，谁敢说它不好？谁说台积电不好？问题是，新的资金进场以后会去拉台积电吗？新的资金进场以后会去拉广达吗？你想一个问题嘛。那古代啊，对不对？一朝天子一朝臣嘛，换个皇帝以后，下面人都要换。那整个金融体系，或整个个股涨速节奏要不要换？关系好的让你先安全下车吧，那关系不好呢？我只要政策临时改一个方向，市场怎么样？资金一偏移，你就赔钱了嘛，你股票就下来了嘛。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是520之后哪些股票是他们现在最新要拉的股票，那哪些股票还能持续？可是重点在哪里？重点是，你不是看到它已经像广达一样已经到头部了？更正了，不一定头部啊。广达未来还会涨，但是后面它要靠什么？要靠外资去买。你说短线上有没有那种急速的快速的获利？我认为很难呢。那后面涨幅比较慢，你要不要浪费这段时间呢？台积电你现在买，未来3年内不会赔钱，那你要现在买吗？不要嘛，对不对？不管是你买全资股还是买什么样的，你都希望买低一点，成本低一点，不管它震荡多久，至少什么，你的成本比较低，你可以忍受。你买那么高，你现在跑去买那么高，新的资金进场了，新的势力进场了，它现在再往上拉，让你解套，让你再多赚，然后让它自己套在里面，不会嘛？所以接下来的震荡会很剧烈，就代表说今天是有什么？是有资金在位移啊！今天不是失望性卖压，资金在位移。整个市场有没有改变？没有改变啊！大家都在看辉达嘛，这营收非常好，以预估来看，营收非常好。然后准备后天要公布啊。那公布呢？你看业绩连续上扬嘛，业绩是连续上扬啊，那接下来呢，会不会更好？那肯定的嘛，因为他明年出货要报900000颗啊，那这900000颗，我要跟大家讲，这900000颗，他能不能出900万颗？可以出900万颗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？AI 它现在只是一个初阶的1.0而已啊，1.0还没看到啊 ，AIPC 还没出来啊，你看的都只是什么？都只是这些什么？这个 OpenAI 它出了很多的应用，对不对？那你必须要搭配适当的硬体嘛。好像是1.0哦，所以他们现在在什么？
在以量制价，90万颗已经是天量了，但是有没有是完全产能爆发？没有，因为变化非常快。因为接下来 AI 变化非常快 ，AI 应用范围非常广，非常快，所以呢，它现在以量制价，所以它出了这一批，有没有下一批？有，但是呢，市场上反馈之后，它需要做修正，修正第一个要碰到谁？我待会跟大家讲啊，还没有看到天花板，现在是台股啊。主要的股市台股，是不是涨幅最大？涨幅啊，今年的表现呢、啊？啊，表现这么好，然后呢，超微还要砸50亿，啊，砸50亿在台设研发中心，也就是说，他现在不只是说哦、啊，把这个全世界哦、啊，不是说我们自己觉得怎么样，台湾很厉害，台湾产业链很强啊，是全世界都认为台湾产业链很强啊。虽然我们毛利没有他们上游的高啊，但是是不是最强的？为什么要来台湾去设研发中心？我直接盯着做啊，我有问题直接就搞了、啊。他需要掌握那什么非常瞬间的一个节奏啊，非常瞬间的时机啊。所以接下来你会看到很多啊，超级晶片。现在你看到超级晶片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只是低阶的，低的 AI 啊，未来还有高的，会越来越高。好，那你说这个三巨头啊，我们讲说这个超微啦、Intel 啊，还有辉达，六月都要来嘛，对不对？六月我们不是有这个国际的电脑展嘛，对不对？科技展嘛，你忘了还有一家啊，还有一家啊，苹果要冲 AI 啊，高层密访台积电，密谋什么？他密谋什么？他不是还有三星吗？不是还有 Intel 吗？为什么要密访台积电？啊，那接下来的产能在台湾的产业链，产能会不会暴增？暴增业绩会不会出来？那业绩什么时候出来？你现在密谋不就是第三季的问题了吗？那我们讲一般的股票是什么时候拉抬的？是确定订单以后，开始进原料以后，这个股票就基本上开始扫货了嘛？你看到新闻爆出来的时候，基本上已经偏向高点了嘛？是不是？没错吧？你什么时候看到什么股票在低档的时候爆好消息？股票在低档的时候爆好消息，你抱得住吗？我给你看一档股票啊，股票在低档的时候爆好消息，你敢做？四星啊，从我讲完之后，5月9号，对，5月9号。你说买太高了啦，杀下来买太高了啦啊！连续两天下跌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破下影线？没破下影线，接下来就量缩了，这是不是低点？当天是不是低点？接下来跳空，我告诉你，这张股票就要正式表态了。四星啊，也不能说四星啊，台股基本上有人在做的股票，你如果懂筹码都看得懂。懂筹码都看得懂，像我当时在4月26号跟你讲什么？涨停不是重点，当天是不是涨停？4月26号涨停啊！很多人啊，跌那么深了，哇，这边有 W 底了。我说什么？我说小心啊，小心啊！有没有看到小心啊？融资余额那么高啊，还没止跌啊？结果呢，他给我发好消息，结果呢是利空大跌，再发好消息，再杀低。我当时说5月9号，法人杀低谁接盘？谁接盘？啊，对，我接盘。那傻傻的，你还去接啊？嗯。5月15号是不是讲过压盘扫货、筹码争夺战？就那么简单。四星有不买的理由吗？四星买不买，只是在于什么时机的问题啊。你现在看到，哎，我这个买的没有马上涨啊，不是买在最低点，没关系嘛。对，像这种股票，这种高价股啊，不是一般散户可以承受的。而大资金的人呢、啊，大资金的人买什么？要买一个相对的低点。什么叫相对低点？对我来说，就筹码稳定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筹码什么叫稳定？不是说不见低点叫稳定啊，是说我看到了，基本上他现在已经
落底了，但是呢还在洗盘洗散户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底部。你们看好消息在底部，你敢买吗？再破底你是不是杀出来了啊？你都杀出来了我全收嘛。你说事情 涨不多事情涨不多，你接下来还没有看到啊，还没看到。他在从4月26号开始洗盘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他了，对不对？4月26号，4月26号在这边，我就看你怎么玩，我就看你怎么杀。你明明就筹码怎么样，筹码已经吃饱了，你在耍人嘛。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啊，大部分的筹码集中在手上的时候就开始玩了，去测试啊，慢慢拉，对不对？盘中不动，尾盘突然拉啊，你去追再杀。可是一般的投资人看不懂啊，哦，今天涨就是好，今天跌就不好。哎呀，今天怎么跌了啊？这个不行啊！啊，我跟你讲，那后面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后悔了。像郁金光，我之前怎么跟你讲？郁金光两根停板了，今天有没有大涨？没有大涨，今天开高震荡收平盘附近，有没有大涨？没有嘛。5月3号怎么跟你讲的？两根停板，郁金光450块，对不对？现在540块，两根停板哦，两根停板好不好赚？当我发现它的一个起涨点的时候，好不好赚？说哪有起涨点啊？你跟我讲完之后还要压盘呢，压盘不是好买点吗？你相对来讲比我买的低一点的，对不对？不会低太多啊，不会低太多，对不对？我说结束末跌段了，这张股票有没有结束末跌段？结束末跌段不就直接拉了吗？当时我有没有跟你讲？5月15号我说有光最美，为什么有光最美？还记不记得？还记不记得？你如果记得我说有光最美的话，你今天在 LINE 里面，你不用再查，你不要再说啊，我看5月15号你讲什么啊，你不用去查。你还记得的话，直接在 LINE 里面啊，敲一个有光最美，因为我说什么？为什么有光最美？你如果知道的话，我给你一个天大的福利。你在 LINE 里面留言，我给你一个天大的福利。好，这些股票大家看到啊，这不是520的问题，是节奏的问题，是节奏的问题。还有很多股票我在这边没有办法一一做解说啊。譬如说像创意这档股票，什么叫投过身就过？你关键的价位要注意啊，这接下来呢要小心啊，要小心啊。他放好消息的时候啊，放好消息的时候啊，你要特别注意啊。我现在不多说什么了，很多人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底部了，是啊，没错啊，理论上是啊，你要小心啊。你看到四星的例子，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底部。底部就是杀到你完全已经怎么样，你守不住了，你信心崩溃的时候，那叫底部。那打出来的形态好漂亮啊，全市场都知道可以买的时候，你要小心了，你要小心了。这张股票，尤其这张股票。我上礼拜就是这样，光速小骑兵，我说猎龙专案 AI 火力全开，我说什么？5月20起标，我说5月20起标，有特定人进场，对不对？有特定人进场，接下来的消息会很大。啊，很多人说要不要先讲一下？我怎么没有先讲？我没有叫你买吗？你来有没有叫你买吗？我没有告诉你吗？怎么没有买？我上礼拜怎么说的？过关喷出以后才看得到新闻，这不是日线呢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日线你就不敢买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？上个礼拜啊，那今天呢？直接送你一只涨停嘛，对不对？直接送你一只涨停，你还等什么？现在资金呢在轮动的时候，你没有抓到，你只盯着产业，你盯着产业很简单嘛。那我跟你讲嘛，那接下来，那这些新闻你就去看嘛。苹果你要不要买？苹果你要不要买？哦，晶片你要买什么 ？IC 设计要买什么 ？IP 要买什么？这些你要不要买？你全都要买，那你怎么买得了啊？你买不了啊，所以你还是要跟着我啊。来，你先扫赖。我现在还有很多一些我们讲口袋股啊。等到真的全部都涨上去的时候啊，你要去追了。我现在很多我可以低档告诉你，我可以低档跟你一起来做，我们一起来赚，
好不好？你不要等到拉上去了，每次我拉上去以后，你要说那这张股票可不可以做啊？拉上去了，拉上去才说这张股票可不可以做？奇扬说反弹最凶的啊，说啊哪有最凶啊？还没结束嘛？你一定要，我跟你讲啊，很多人就很奇怪。我如果拿这个集贸来跟你讲，我拿集贸来跟你讲，啊，后发先至有没有后发先至？有没有光速小骑兵？涨得够不快？是不是最后买点？法人有没有帮我们抬轿？3月18告诉你的，3月18告诉你的，不敢买嘛，不敢买嘛，涨上去想要去空，想要卖，我跟你不能卖，不能空。关紧闭要咬卖，我还跟你讲说不要卖，对不对？这是标股的特征，涨了快一倍了，我说只要注意筹码异动，回档三天了，我说你不用担心，从心所欲继续报。5月10号叫你出，好，就这一天，5月10号，我拿出来讲。啊，老师啊，都已经涨了两倍了，你要拿出来讲，我中间的过程，在整个涨势的过程，我有没有告诉你他该注意的事项？你是不是应该全部都知道？我底部跟你讲，哎呀，还没涨，我拿这个已经涨完的卖掉的股票，那已经涨完了，我跟你讲这个。你们的在我的群里面，我感觉我每次打开这个群里面，我感觉比柠檬还酸呢、啊，比柠檬还酸呢、啊。我要绝地大反攻了、啊，是不是底部？直接两根呢、啊，两根之后呢，压回整理，再创新高。我怎么说继续创新高？这接近5%耶，接近50%耶，还嫌不够。底部进场，提前告诉你50%，不是50%之后才告诉你，来告诉你在这边可以买，然后我还拿理由，很多理由告诉你为什么这边可以买，不是啊，涨了30%、40%以后，我之前怎么跟你讲的？涨了30%、40%以后，30%是小目标，你要先赚了30%，不是说我们先赚了50%，再让你赚30%，是我们一起来赚30%，后面我来带你做嘛，我来看这张股票有没有办法涨50%，有没有办法涨60%，有没有办法翻倍。后面你交给我嘛，但是我们要先赚了30%嘛，我们已经从底部开始赚了，不是说我先赚了50%再来问你要不要来赚30%，哇，我告诉你这款人不是嘛，对吧？蓝天我们告诉你，他们也没有大暴走啊，今天创新高，对，也没有大暴走啊，有没有起涨点告诉你？放量用空有没有告诉你？关键做价有没有告诉你？到前波高点，你认为怎么样啊？到前波高点了，我说是向上扫货，历史好买点，对不对？十号的时候跟你说的，13号告诉你还继续涨，那接下来还没结束嘛？那这样子基本的目标有没有完成？有嘛？有没有完成？有完成呢？啊，那这档股票不用讲，这档股票也是一样。你如果扫我的赖。你现在扫我赖，你如果听得进去，你扫我赖；听不进去的，你可以自己退出了。你如果还活在以前呢，人家讲的技术分析啊，你赚不到钱的，你赚不到钱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啊，你一定要等到什么啊？这个喷出了以后才买。那我跟你讲呢，这要向上收筹码，当天大户的进场。今天呢又是什么？今天压低进货，你看尾盘才拉，你看多强，你尾盘呢才看到有人进场，你家前面有没有看到？没看到嘛，对不对？压不住了嘛。我们跟你讲520才会发动，520发动嘛。那你看到日线你敢买吗？你不敢买嘛。为什么不敢买？你对我不够信任。你对我够信任的话，我在找买点，就是我认为可以买，我认为有人在做价，所以这种震荡的行情呢、啊，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。我刚刚讲四星，讲玉金光，你那时候你敢买吗？你不敢买，你真的想买的时候，刚刚在破底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段时间有很多股票筹码是非常稳定的，但是他怕你进场，怕你买在低点的时候，你只有跟着我，你才可以真正赚到底部起涨的标股。所以接下来全新的标股你要特别注意啊！我刚刚讲过 AI 的未来在哪里？在晶片，一定是在晶片的。你没有晶片，没有 AI，
晶片的灵魂在哪里？ IC 设计啦，就在 IC 设计啦。 IC 设计股本小，对不对？在上游，只要产业变化，它先获利。那接下来这张股票啊，接下来这张股票一样 ，IC 设计啊，我跟你讲 ，IC 设计啊，这张股票是政策索马股啊。你不要看外面的这么多的一个资本进来啊，都是为了 AI。你现在不在 AI 里面下功夫，你要在哪里下功夫 ？AI 应用这么多。还不够哦，还没有全写哦，我还没有全写哦。那接下来这档股票，你一定要底部哦。我都跟你讲啊，我底部都告诉你了。我不管明天有没有涨停板，我已经先告诉你了。你敢不敢买？你敢不敢跟？那这档股票我一样底部先告诉你。我今天所有在我LINE里面的，你是新加进来的，还是你之前有的，一样。你又新加进来了，你要赶快啊！新加进来前十五名回应的啊，前十五名回应的，我送你前十五名啊，包含今天呢，今天扫码的你要赶快啊！我现在给你五秒钟啊，你先扫。我完全没有跟任何的我的原来的这些群里面的好友里面去做过提醒。节目上我给你五秒钟去扫码，扫码之后前十五名扫码有回应的，我这张股票就送给你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进广告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频道一百 A 不到五秒钟，但是一出门我就看到阿妈要去拜拜，阿伯要去买菜，超跑油门我也只能轻轻的踩。学校附近五音拉郎，医院周边五老寡人，人车拥挤处五探卡郎，五号这行啊靠五单处来郎，整条路拢家己人。特定区域小心，减速随停，让爱随行。全新的资金进场啊，一定是避开这些啊即将要怎么样准备要离场的这些股票啊，你要注意啊，不是说创新高的才要离场啊，有些股票它真的拉不动了，而我又不是我啊，是这些新的势力啊，他不愿意进去啊，有些股票可能涨五成就结束了，整段涨五成呢，那有些股票在创新高的还要继续创新高啊，现在有创新高的不到 10% 啊，1800多万股票不到10%创新高啊，还有很多在半山腰的、啊，你要注意这些股票、啊。我要这些新的资金进场啊，一定是避开前潮的资金啊，前一波涨多的，他现在进场的，他一看到你进场了，他会直接出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，你觉得你要不要进？
所以一定要做新的股票了，一定要做新起涨的股票了。来，今天不管是今天扫的还是之前，就是我的好友一样，今天公平嘛，我们要公平嘛，反弹最强的要注意啊，这个啊不止创新高啊，不止创新高啊，重点扫货的啊，前十五名回应的，前十五名回应的一样，我们全部一起底部进场，不然我上礼拜跟你讲的是不是底部进场，是不是嘛？你自己讲是不是？十六号又说压不住了，为什么压不住了？你现在看得懂了对不对？压回量说哦，收敛那就会涨，你但是你敢买吗？你不敢买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敢买嘛？你怎么会敢买？因为你要等520嘛，你要等政府讲什么嘛，他正式表态了嘛。那今天呢，开高压盘再拉尾盘，这标准的进货的一个走法嘛。所以现在资金在轮动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掌握那个节奏啊，你要掌握新的，你要记得啊，新的主力进场的这些股票才是会飙的，旧的前朝的它只有后面的余温而已。来，这张股票我们一起来赚，一起底部进场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